阿姨，你看到我卡斯啊，真惊讶。阿姨，我是无想到，竟然在这个时阵看到你啊！这阵人花哦，过了上水，退出去哦，绝对袂漏开。主管。好，我卡菜花，我的宝贝，我差点想开。爸。 我若不是你的宝贝，我嘛至少甲你的宝贝救起来，你免搞遐多谢。多谢。是讲玉华，你要来嘛，不心痛你一下，安尼像阮走来，万一像阿哥误会讲，咱是阁安怎？我就知影像阿姊无伫，我唔才会来。啊，你嘛知影，我即马是全国恒大的董事长，啊，我希望公司哦会当有家己的人。范琪。 你敢有考虑要来公司上班？啊，不过我即马咧做卖助理，我并无想要换。虽然你嘛是商场的负责人，啊，不过伊过去哦，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，经营商场做生意都是靠经验。一个经营者哦，最重要就是眼光，这是你嘛上欠的。 哎呀，回你啦，回你即马经营商场有趁钱就好啊嘛，哈、啊！而且嘛，毋是讲经过专业的训练，就做生意的本事啊，对不？我只是希望范琪会当得到更加好的栽培。其实有啊，认真讲起，你嘛是共款啦。你是学法律的啊，嘛无经过专业的经营公司管理的训练嘛，对不？你做这当署长嘛是靠经验嘛。 你的眼光哦，无一定会比树啊更加好啦。对唔对唔对，这树啊咯经营商场这么侪年吼，这点嘛你是该袂比的。我甲你讲啦，若真正要讲专业哦，你甲树啊甲我拢袂比的啦。我自细汉到大汉学的哦，就是经营管理，要安怎甲这公司会当愈做愈大。啊，不过即摆有回忆哦，我是真正发现啦。 不管公司啊，做个偌大，也是无这个难花哦，这样过嘴啊。孙主管，啊，你敢会当做好的榜样给范琪看啊？姚阿姨，我感觉阮爸呢袂歹啊，虽然讲我是做阮妈的工作，啊，不过我做工课的时间嘛真自由，我嘛会当有时间会当做我家己想要做的音乐啊。我感觉在这些同派唱。 这种方式无适合你，尤其是你身躯边两个查某囡仔哦，配你袂得过啦。嗯，叫阿姨，啊你哪知？我就去讲哦，啊经过，看到你伫咧路边唱歌，我才感觉足唔甘的呢。其实阿姨会当互你有更加好的所在发挥，嘛会当介绍更加好的查某囡仔互你实在。你看迄个姚素素，有心机阁无加工。 进前甲志前哦，结婚阁离婚，啊，迄个顾小玉，伤过天真，阁粗鲁，迄家世背景阁无好，这两个人哦，我感觉拢无适合啦。玉华，其实你是真心社董事长对无？孙主管，我是为着范琪好呢。